民阵召集人陈浩焕寻日收到警方社团事务主任文件，指民阵涉嫌违反社团条例第五条，要求民阵以书面向社团事务主任提供六项资料，包括提供民阵由2006年9月至今曾经举办的游行集会资料，以及交代民阵成立以来的收入来源、开支、用作接收任何资金或款项的银行和户口号码等等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对事件不作评论。行政长官是不会评论的，但我必须要指出，也是等于律政司司长应该昨天在他的网址也有一篇文章，就是说无论在基本法或者在香港人权法案之下，我们都是会保障市民的自由，这些自由包括言论的自由、集会的自由、也都包括结社的自由，但这些各式各类的自由呢不是绝对的，它都会是依法受到一些限制，而这些限制的目的呢都是要尊重和维护其他人的权利，亦都要保障到香港社會的秩序和穩定。